Dan untuk itu, kerajaan memutuskan untuk melaksanak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.在吉隆坡的很多超市啊、商店等等就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采购潮。那么在17号的一早，我们来到了吉隆坡的一个早市，我们看到呢，来到这里的人呢，明显是比平时也多了不少。很多人就来到了吉隆坡的长春西站，在这里呢排队支配，买票不下。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呢，其实大部分的店铺是都已经是关门了。人口挺惨的，在家里做惯了，在我们在家里一天，我们都发霉了，都两个礼拜的。 在开玩笑说，现在呢，在吉隆坡的市中心，你见到的最多的不是游客，也不是当地的居民，而是我们的这个领导。